城家附近。哦，马城家那边有多少远？马城家那边附近，开车要一天吧。一天了，要了嘛？他家那个双还可以，他这路不行，对，他就一条路嘛，就是从头到尾就一条路，其他的都是比较小，现在好像中国，他那个路是三个国家一起修的，那广东修了一部分，德国修了一部分，中国修了一部分的，啊，你自己起来。其实那边还是有商机的，很多商机，是吧？一部分也可以做，就是说。它出来很困难，你看啊，它产宝石半宝石，半宝石每一次带出来不能超过5公斤，宝石不能超过5克拉，5克拉稍微大一点的不能超过5克拉，那这个那就是李总来点宝石加工来做点，你知道吗？你那边你只要能搞到一块好的石头，我曾经想搞过一块石头，就我没有成功，搞一块石头你就给我做，你知道吗？那一点我。